25号周四啊，但这个视频实际上是周三提前就做好了。周四这天晚上有事儿啊，来不及弄了，就提前把这个周一还没有处理的视频再处理一下啊。当时周一不是放了这个外道胆脂瘤的这个视频吗？那个放了一期萧瑟的，今天把周一的啊处理一下。开场两个是普通的叮咛块啊，第一个是小朋友，这个呢是个大朋友啊，小朋友那是自然形成，这个一看就是棉签加工，表面一个坑啊，像一个窝窝头似的。这些处理都很简单啊，钩针一下就能解决，比较的简单啊。开场的两个小的叮咛块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啊，以前我自己琢磨它，把它划归中，划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真菌啊，皂样的真菌，因为这东西是挺怪的，比较均一，像这个肥皂一样，里边不是叮咛，也不是真菌的这种。丝状的东西，也不是这种胆脂瘤的这种角化层，这种或者皮革样的东西，就像一块碱性肥皂似的。之前在遇到过一个甘肃的一个病例那个病例是也是。每个月都要按叮咛处理，而且处理非常困难，点药浸泡要折腾，反复折腾好长时间，月月如此。这一个月，后来基本上就干不了别的事儿了，三天两头去医院泡一次，就得差不多折腾一两个礼拜，没好两天又堵满了。那个病例是一个非常，这个也是。前期是在其他医院看的，也是清理完以后没两天又堵满。当地医院考虑是胆脂瘤，但是我一问这个复查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复发的这个时间，比胆脂瘤速度可快多了，这基本上是一个真菌生长的一个速度。小夹子夹住啊，顺着一点点往外拿。这个东西我手里没泡过，但是从我处理的感觉来讲，靠浸泡应该是没戏。质地很硬啊，基本上就相当于拔萝卜这种感觉。小钳子夹不住。还是换钩针啊，从根上，希望从根上把它起出来，真有点像这个红酒瓶塞子似的。根本就内径。没，就伸不到外耳道里，因为外耳道已经完全被这个玩意儿给填满了。钩针从深方勾住它的吃劲儿的地方，差不多就有点儿，就用起这个。红酒瓶的这种软木塞的这种意思，第一下还起豁了，没有完全起出来，哎。
他之前在别的地方处理完有这个就是清理以后的这个照片，看了一下这个外观，没有特别典型的这种骨骼的破坏啊，而且从这种质地上来看，也不符合胆脂瘤的这种表现。这两天给这个学生讲课，哎呀，还好这个嗓子好了，不会不是那种前两天特别连口水都特别疼的那会儿啊，否则的话这说话都受影响。表皮有点轻微的一点破损了啊，出了一点血了。好，蹬出来了，它跟皮肤有一点点的这种粘连。质地比较硬的啊。你说它像肥皂也好，像个角似的，感觉就像脑袋上长的那种角似的。整个外耳道的皮肤基本上是正常的，外耳道口刚才这个顶壁啊，有点轻微的这种擦伤啊。有些这种啊干卷儿，顶壁有点轻微的擦伤。这种呢，对，前面提到那个甘肃那病例，前两年还经常来，这两年不怎么来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上药好转了，还是觉得放弃了就呢。因为这个病例从局部用药也没有办法，就像普通的那个带毛的真菌效果那么好。它可以延是确实通过抗真菌的药物啊，能够延缓它再次出现的这个时间。甘肃那个病例我记得是不用药之前每个月一个月堵满，后来通过用药以后。发现是可以延长到4、5个月、半年吧，但是还是堵满。当时我想就连续多上几次看看，后来没有坚持看。这个病例一周之前看过啊，就是一周之前打的药，然后这周一过来复查，短时间内一周还可以啊，一周的时候。外耳道腔还是相对比较光滑，没有这种再次出现啊，再打一次。我跟他提了，我说你过一个月，不管好与不好，都过来我看一下。这个病例是北京的，复查起来可能相对方便一点。比如外地的话，对，去年是疫情，我想起来了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办法来。这个盯着看一段时间啊，看看后续的这个发展。特殊类型的真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最普通不过的了。真菌卷啊，跟这个煎饼一样，一层糊在这，摊在这个外耳道，包括鼓膜的表面啊。进气先翘起一个边儿，就类似于像这个小的平铲，把这个煎饼先卷起一边来，然后小钳子上去。有一部分可以整个接下来，那么有一些呢比较薄的，一次接不下来。
那就得分次，或者有的时候清理完还有残余，那就得用第二液再清洗一下，碳酸氢钠或者是双氧水都可以。在真菌的状态下，不能使用氧氟沙星啊，不能使用氧氟沙星，那个东西用了会长得更快。有的还习惯用像硼酸啊，或者是酒精含酒精类的第二液，或者水杨酸类的第二液，这些药物本身对真菌确实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啊，但是呢，的皮肤刺激比较大啊。如果外到皮肤完整还好，但是很多这个真菌的病例外到皮肤是有损伤的，因为真菌病本身有一部分真菌对皮肤是有破坏，浅表的皮肤的这个表皮层会有破坏啊，这时候滴这种硼酸也好，水杨酸也好，刺激性很大。那有的病例还同时有这个鼓膜穿孔啊，就像上次上周的吧，上周的有一个病例还鼓膜穿孔，那个点进去非常的上头，那个很疼的。刚才这个煎饼清啊，不是这个真菌清完了啊，得把药膏打上。